庆功当御医，自然是一件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可是为什么我总是犹豫不决的呢？我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呢？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答一下疑惑呀？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哎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箱子啊？请问一下，这箱子里面都装了些什么？是不是我看花眼了？这里面都有什么呀？在下王唯一，针灸界唯一的王。在下钱乙，儿科大家。在下杨戒，内科专家。在下宋慈，宋慈。我可是最有名的法医呀、啊！闻是神者可施针，铸造同人两座身，喜宜的灸术通病灶，唯一针砭医世人。杨戒毕生延藏经，奇方一法治徽宗。存针途中十寸尺，去得暗黑探幽洞。听得涓涓的水素而啼哭，前以神医药道方病除小儿药病，直觉宅心住，靠妙手施展人心术。善恶到头终有故，黄泉路上几人同，洗冤路里辨真凶，宋义行侠济世忠。脚步轻快，小女子站到 C 位，是李宇先生的同台。聪明贤惠，活泼勤快，养颜秘方小姐姐最爱。貌美肤白，多么出彩，能做皇帝后宫的信赖。有如此良方，怎不惹小姐姐喜爱？文竹半夏玉芙蓉，南星溪草路路通。朱砂龙葵六月雪，柳华林泉卧山龙。东青山茶青樱子，茴香松兰衔秋实。百威佩兰西黄草，金墨晚桐白头翁。谁说金箔不能化玄壶？谁说颜色已去不再红？朱德庸君一方有妙用，破除疮肿解疼痛。张小娘子送香风，一片人心在方中。巾帼悬壶人心后，造福世人当传颂。